交通手册报，首先我们可以先画出一个红绿灯，然后我们画上一辆大巴。然后我们来写上交通，画上尾气的标志。我们来开始给它涂上颜色，灰色涂在红绿灯上。我们来给它涂上红绿灯的颜色，涂上交通的颜色，选择绿色。我们来涂上汽车的颜色。涂上蓝色的门和线条。像这样，我们的交通手册报就完成了。